香马泰离岸风场位于德国北海，装置容量为402兆瓦。此计划由高地集团、西门子金融服务公司与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提供资金，并由联贷银行团提供专案融资。Via Mate 离岸风场计划的执行长来自哥本哈根离岸风电建设伙伴 COP，COP 团队精良，效率极高，成员全是具成功时机的资深离岸风电专家。Via Mate 位于德国专属经济区博尔库姆岛西北方的95公里处，是一个风力强劲稳定的区域。我们采用叶轮直径为154米的67架西门子6兆瓦风力发电机，足以供应德国40万户家庭一年所需用电。风场建设始于2016年4月3日，海底基础的安装于同年4月到10月由 Boskalis 公司负责。风场使用的单桩基础总重高达1300吨，创世界纪录。海底电缆系由 Seam Offshore 负责，工期提前10周竣工，时机惊人。在同一施工期间，海上变电站也由 Fabricom Emmons 和 CG 的合资企业开始生产、运送与安装。Via Mate 计划同步使用2艘自升式平台船安装风力发电机，以加速安装。动员 Bolton 800公吨环绕式离岸起重机，每次起航可承载4套完整风机机组。动员 Seajacksila 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离岸风电安装船，作业水深可超过65公尺，载员130人。Sila 每一次起航可承载6套完整的风机机组。为能提前发电，特动员风电创新号 Wind Innovation 作为工作团队的旅管船。此高效率的安排让风机在安装后的24小时内就能开始发电。在2017年5月底前，以及融资到位后的短短23个月内，所有风电机组已成功发电，整个计划提早提前4个月竣工，且施工成本显著低于预算。今日能有如此成就，全仰赖我们的团队与承包商紧密透明的合作。我们施工团队与船只努力不懈的工作与高弹性的工程调度，使本计划比预期提早了4个月完工，费用也远低于预算成本。Via Mate 要感谢所有参与此伟大计划的所有承包商与工作伙伴，并致上最深的谢意。